often get to see this kind of scene in Singapore. Now it's dying. Dying scene.这边的水很容易就脏了。好，这边的小鱼哦，而且人家就赶赶赶完那些哦，还有那个赶红那些啊，现在很少很少。为什么你懂为什么吗？水不好。给弄哈，那种插住的。插住的很少了，专门有鱼了。以前我们可以养螃蟹哦，现在螃蟹不可以养。因为污染了。那个斯里兰卡印度的螃蟹来哦。 100kg放下去啊，等到有肉，我们抓上来的时候啊，剩下30kg到40kg就可以。连现在的鸡笼，如果抓到没有鱼，那他们还怎么生啊？那得怎么办？将生存，等它倒松掉了。啊，真的。这种水啊不一定的，有时候它没有空气的嘞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些鱼啊死的哈，有一次啊死了算的，万啊超过50吨以上。 超过50吨，它没有氧气的时候啊，每一次跑在上面跳的，跳跳跳的，反正就倒下去了。啊，那你讲那个 ABA 哦，就是讲他们这些都是他们的吗？难得他们来生都向他们拿的吗？现在会不会很少是这样子会做这种的？很少啊。 你要问老一辈还是要年轻一辈？两个，老一辈大概会继续再做是吗？年轻的当然不用说了。啊，新加坡全部都是。以前是这样的吗？应该以前就是了。那会比较多外来人，你是个工人哈、啊，你工人你新加坡人你要花多少钱来请啊？ What country are you from? My country, Bangladesh. Bangladesh. Normal salary? Yeah. It's 800. 800.